when your brain goes numb, you can call that mental freeze. When these people talk too much, put that. Hi, 大家好，我是小春，今天来分享我最新写的脚本，资源43个点的自动采集。然后自动采集顾名思义，你就不需要去买这些什么傀儡了，这个超级贵啊。最好是买这三个东西啊，三神器，毕竟这个采集速度 300%， 还有机遇双倍，双倍跟这个比起来，哇，超级省钱啊。好，在开始介绍脚本之前呢，如果你觉得我的脚本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记得帮我频道下方点个订阅，在这边感谢你们的大力支持。好，那要注意以下几点。好，当你做完以上三个步骤，你应该会拿到一个带有上锁符号的脚本。然后这个脚本的启动是 F9 跟 F10， 你的模拟器 F9 跟 F10 记得要把它改掉，然后咱们就可以开始运行啦。然后一样是在落霞镇的马镇，视窗请放到最大，然后咱们就可以按 F9 开始啦。好，由于我这次写的是后台脚本，所以在它启动的过程中，你就可以去看看你的 YouTuber 还是什么的，然后就算你移动这个视窗也没关系，它一样会完美的运行。好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脚本，记得帮我点击订阅，有问题欢迎到下方的频道找我，我是小春，咱们下次见，拜拜。